我说太白了啊，因为我每天都做面膜，每天都会每天至少一个面膜，最少一个啊。所以尤其你看我一个男人都注意保养，注意保养，所以女孩们你天天一定要做面膜啊。我现在代理了一款面膜，你们可以联系我买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当然在这个之前呢，先关注一下我的这个直播啊，开玩笑啊，那哥代理个屁面膜。在这啊，咱们有个小方块，电脑用户在这有个小方块，打上勾就订阅我们的直播了。手机还有 iPad 的那个平板的用户在这上面有一个黄颜色的心，啊，黄颜色的心在这上面啊，就关注我们了。我们叫摩登兄弟，好不好？那接下来还给大家唱首歌，叫做《不为谁而作》的歌。这歌唱的很少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太难了，因为太难了，所以很少唱。啊，不为谁而作的歌是来自这个林俊杰的啊，《摩登面膜》。没有。嗯，这朋友说我想听后面的胖子唱。我们大飞哥那弹键盘的，你要想听的话，你哎是说他吗？啊，刷组1314就给你唱，好不好？刷一组兄弟啊。你好像就感觉来到一个饭店，你说老板，我想吃一碗炸酱面，我想让那个漂亮的服务员给我炒。仿佛城外的夜色，曾经有那一刻，回头既然认不得，需要从记忆再摸索的人和他们关心的地方和那些走过的。爱在背后往前推，当我抬起头才发觉，我是不是忘了谁，累到整夜不能睡，夜色哪里都是美，一定有个人他躲过避过瞒过闪过的视线，但是原谅我这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，感觉上仿佛城外的夜色，曾经有那一刻，回头既然认不得，需要从记忆在摸索的人和他们关心的地方和那些走过的心的一等，梦为努力浇了水，爱在背后往前推，当我抬起头才发觉，我是不是忘了谁，累到整夜不能睡，夜色哪里都是美，一定有个人他躲过避过瞒过闪过的视线，但是谁
该诚实面对自己，才不顾一切忌惮就当初我还我是不是忘了谁，累到整夜不能睡，夜色哪里都是美，一定有个人他躲过避过瞒过闪过的视线的视线，谢谢，感谢好朋友们，给咱们直播通知点一点，朋友们，给咱们直播通知点一点，手机呢关注一下我摩登兄弟，好不好？关注一下我们，然后也感谢你们在这支持，然后听了我半个小时这个歌啊，这个厉害了，啊，感谢朋友们，有朋友说听不懂啊，我这个好像他是这个不太了解他是哪里人啊，我好像唱的都是中文歌吧。估计是来自朝鲜的朋友，好像可能是，啊，好吧，也欢迎朝鲜的朋友，也欢迎所有好朋友们啊，在这儿听我唱歌，然后给咱们那个直播通知点一点，手机呢关注一下，然后每天都有很多优秀的主播来九九幺轮麦啊，在这里呢也谢谢大家的支持，然后我们也撤了，哎，给我加时间。